夏天就是要多来一些小清新吧。橙汁瓜条是一道凉菜，让苦瓜浸泡在橙汁里，这样你也会慢慢接受它了吧。苦瓜切掉两头，剖开成四瓣，去掉中间的瓤，再改刀切小。胡萝卜去皮后切成跟苦瓜差不多的小条，烧开一锅水，加入少许的盐，可以让食材穿烫之后增加一些提口，同时放入胡萝卜和苦瓜一起煮开后一分钟左右，穿熟就可以捞出。这样让食材急速降温，它的口感就会更加的爽脆。冰镇后的食材煎出来整齐的码好，倒入纯纯的橙汁，完全没过食材，再放进冰箱上层冷藏一小时以上。最后的成品煎出来摆盘后就可以吃啦，用橙汁浸泡过的胡萝卜和苦瓜口感也是很特别的哦。学会了这种吃法，再遇见苦瓜就不要害怕了吧。